只要不打新一军，不怕中央百万兵。今天来讲孙立人将军，这句让人朗朗上口的口号，是共产党军队给孙将军麾下的新一军最好的肯定。孙将军毕业于维吉尼亚军校，他在投笔从戎以前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后来拿着学校的奖学金到了美国的普渡大学，又拿了一个学士学位。之后他看到国家有难，就毅然决然跑去报考维吉尼亚的军校了。他可以说是民国史上少有的会念书又会打仗的学霸将军。孙将军带领的新一军也是当时全国素质最好的。在我们抗战期间，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一出，大批大专青年有志一同的投笔从戎，纷纷响应从军救国的运动。他们除了有精良的美式装备以外，还受到了非常严格的美式训练，可以说是国军的超级精英部队。也难怪林彪遇到我们的孙将军带领的新一军也只能选择逃跑了，或者是另外一故事了。